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啊，成语造句篇第27集。它成语像 for nothing， 它是成语，两个虽然两个字也可以成语，五个字八个字都可以。那为什么有两个 nothing 呢？因为它两个不同的意思，所以一个字可以一字多义，一个字多意思，一个字很多词性。同样的成语也可以一成语多意思啊，有看到有三个啊，一个成语有三个意思，有看过啊，像这边 for nothing 它可以是两个意思啊。Have the munchies 什么意思？ munchies 这个一般人看不懂吧？ Have the munchies 看不懂。 Two peas in a pot 啊， peas 豌豆， pot 呢它有不同的意思，那比如说豌豆荚啊，豌豆长在豌豆荚里面，两个豌豆，那再加 s， 在一个豌豆荚里面搞什么？什么意思？这个英文很讨厌，它是喜欢猜谜。那你说英文喜欢猜谜，那老外看我们的四个字成语，他也觉得你们中文很烦了、啊，我学中文单字很累的，还要猜谜，是不是？一诺千金。为什么讲一句话是一千两黄金？为什么铜山灼灼这么难？这个秃子的意思，他觉得你们中文喜欢恶搞我。同样，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学外语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本来就很难学的，还有文法很多单字、啊、又搞一些成语出来啊，他觉得很烦。可是我语言就是文化，那人家可以说那你可以不用学啊。那我们经过几千年，英文、法文、德文都是上百年、上千年了、啊，它中文更久了、啊，它就是一个文化累积啊。它语言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啊，所以学语言是最复杂啊。当然，你可以说我就是学最简单的，能沟通就好，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说我学稍微难一点点，但也不要太难，也可以。或者我就是要练夹子，多怕我都不怕，那也可以，就是你设定目标。啊，比如你说我只要学简单，你就学个三千个单词就好，啊，片语呢很简单就学一学，其他你就不要学。那碰到不会你就认了，那你不要说，我只想花一点时间沟通就好，然后你又抱怨啊，这个我又不会，他又讲了，你就不要抱怨，对不对？就像你买东西，我要买便宜或我没钱，那到时候三点三坏掉，你就不要抱怨，是吧？就是那你要买，你说要买好一点，那你只要多存一点钱，买一个好的用的久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抱怨名牌很贵。那名牌他当然赚很多钱没错，可是他品质好啊，他能够卖贵有他的道理啊，他能够赚钱有他的道理啊，他能够打自有品牌。那你说我买地摊货买山寨版，哦，好便宜好爽，可是用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坏掉了，抱怨烂东西，这便宜没好货吗？而且语言也是这样的。啊 lion share 什么意思？狮子他的 share 他分享啊，是不是狮子啊？留言啊，分享啊，啊，是不是他也会上社区媒体、社交媒体啊？啊，那对我所有的建议，他都当耳边风。我们可以用 for nothing 啊来造个句子。那这辆新车没有花半毛钱，因为是老板给我的奖励啊。我们也可以用 for nothing 啊，因为它有两个意思啊。每当我做完功课的时候，都会八豆腰、肚子饿、想吃东西。我们可以用 have the munchies。凯文和他兄弟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了。一模没两样，可以用 two peas in a pot， 不要念 pot， 念 pot 啊，卷舌的 pot。如果你老是想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没有想害你，就那就没有人啊。我们加个人，就没有人想害你合作了啊。我们可以用 lion share 啊，狮子的 share 也是你的股份呐、啊。啊，狮子的股份啊，狮子的那一份啊，好，那我们看看意思。For nothing 就 in vain， 它第一个意思就是没用，不是人没用啊，就是徒劳无功 ，in vain， 白花力气，没有效果 ，in vain。啊 ，in vain 也是成语啊，所以用成语去解释成语。For nothing 啊 ，free of charge， 免费的啊，你看这个徒劳无功的跟免费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免费 ，had munchies to feel hungry， 感觉到饿了。
lunch 本来是小零小点心零食的问题啊，就是吃一点小点心，就是肚子饿了吗？好，但是又不是说真的饿到要吃正餐。比如说你下午四点，晚上十点已经吃过中饭了，吃过晚饭了，也没那么饿，可是就想吃一点东西，吃点饼干啊，吃点饼干，吃个小蛋糕啊，煎两个荷包蛋来吃吃啊，点心，肚子饿，但是也变成肚子饿了啊。就肚子饿就是 head munches， 你这本来字面的意思吃点点心吧，可实际上就是肚子饿了。Two peas in a pot， 一个豌豆荚里面的两个豌豆 ，identical in appearance 啊，就是它的形状外形 identical 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一般兄弟姐妹一定长得有点像嘛，当不像的也有，一般比较像，孪生的就更像。所以一个豌豆荚里面两个豌豆应该是蛮像的嘛，啊，本是同根生嘛，就这个意思。一胎生出来的啊，基因差不多啊。但有的说，哎，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那就没办法了。哎，或者一个像父母，一个像阿公阿妈，啊，那又不行了。或者基因突变又不一样，或者哎，根本就老王小王生的，哇，那没办法。所以以前最求啊，白人就一生他妈黑人婴儿，啊，黑人一生，白白的，我就求大了。亚洲人一生那怎么鸡毛狮王，外国女人一生怎么像白种人，像黄种人，这老婆就糗大了。Lions are the biggest part of something，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狮子那一份，狮子是森林之王吗？如果是那个猎捕了鹿啊一些东西的话，它分最多啊，所以狮子森林之王。什么都要分的最多。好，我们来造句。对我所有的建议呢，他都当耳边风。All suggestions 啊，我们这边可以加个 s。All suggestions I gave her was for nothing。所有的建议啊，我给他所有的建议呢 ，for nothing 没有用 ，in vain 前面的 in vain 没有用。他不听，当耳边风啊，什么都不听。For nothing 没有用啊 ，All the suggestions I gave her was for nothing。这辆新车没有花半毛钱，因为是老板给我的奖励。I get a new car was for nothing。Because it was a bonus from my boss 啊，这看起来像一个句子两个动词了啊，但是也不是啊。比如说 ，I got a new car. That was, which was 啊，可以省略啊。所以当写上去 ，that was 比较好，或者 which was 比较好啊。但是老外就比较看得懂啊，就是如果是有一个动词前面可以加 that 啊，关系代名词啊，他就认为不是两个啊动词啊。所以我得到了这部车子 for nothing， 免费的，前面是 in vain 没用的无效的，后面这个是免费的，因为呢 it was a bonus， 它是一个 bonus， 一个奖励，一个红利，所以 bonus 我们常常翻成红利啊 from my boss 老板给的。所以外国人常常那个比如 CEO 啊，你高级干部人家请你的时候，除了年薪啊，美国人是谈年薪啊，当然实际上都还是那个，比如说每个礼拜给啊，但是是谈年薪。然后另外再给一个奖励，老外喜欢给奖励，为什么？他有道理的。我给你，比如说一年$100,000，可是你表现的好的话，我给你 bonus； 如果表现普通，就没有啊。那 NBA 球员也是，我年薪比如说$15,000,000，另外一个激励奖金。啊，如果你没受伤啊，然后打满多少场啊，或者得分多少分，或者我们打进季后赛拿着总冠军，我再给你 bonus 啊，所以老外就激励奖金红利。I got a new card was for nothing because it was a bonus from my boss。啊，东方人就不一样，东方人就薪水就多少就多少，没有了。那年终奖金是习惯上都有，大家习惯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跟老外就刺激你，如果你怎么样就给你奖金。那中国人呢？华人社就没有了，就这么多啊！所以大家养成习惯，我做的好也这么多啊，做不好也是这么多啊。你们讲就是每个人都有啊，顶多有烤鸡啊，烤鸡很多人情啊，或者都打一样，主管也怕得罪，每个都打一样。所以华人社会，哎，都差不多了。
啊，你加班也是拿那么多钱，你一个月要做的工作，我报告我两个礼拜就提出来没用啊，我薪水这么多，那老外就不是我拼命，薪水年薪多少是讲好了，可是我要拿那个激励奖金啊，尤其那个激励奖金搞不好有的很高，就是而且不是固定的，你做的越好拿的越多啊，就跟你拼了啊，所以外国人效率高，他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I got a new card, which for nothing, because it was a bonus from my boss. 啊，每当我做完功课的时候，都会肚子饿。Every time when I finish the homework, I had munches. 就是每一次呢，当我结束了，当我做完了这个家庭作业啦、功课以后，我就想吃点心了，我就肚子饿了。啊，肚子饿 ，have the munches. 凯文和他兄弟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Kevin and his brother are like two peas in a pot. 简直是我们中文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英文就是一个豌豆荚里面的两颗豆子完全一样。那另外一个单词 double 是两倍的。He is my double. He is your double. 他跟你长得简直是你的替身啊，他也是替身，演员的替身。他简直是你的一个镜子啊，长得一模一样。我在路上看到你一个 double， 哎。什么意思？你怎么在路上看到我的一个两倍的？不是，看到一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啊。Kevin and his brother， 所以两个人嘛，用 are like two peas in a pot。啊，如果你老是想要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没有人啊，我们这个不打了啊，就没有人想和你合作。If you always keep a lion heart share， 啊，我们 lion heart 就是那个很雄心壮志啊，就 lion heart， 那这边是 lion share。Then nobody will be a partner of yours. 如果你老是想得到狮子那一份，老想吃最大块肉，拿最多的股份啊，比如说五个人合作，一人拿20%，不行。我是狮子，我是老虎，我要拿一个人叫独拿30%，30%40%啊，其他你们去分。那别人就不爽了，说每次你都要多分，那我们也做很多事啊，啊，就是都讲好了吗？一天做五吗？五个人一人分20%吗？都讲好了吗？就你后来说哦，你出力最多，你是老大啊，你要花，你要给别人小弟钱什么，反正理由很多啊，反正你就是每次多要，那就没有人跟你合作了。那时间久了，人家说那你去找别人合作，我们也跟别人合不要合作，就贪心，每次都要分最多啊，所以就碰到那个人家分最多就是 lion's heart, lion's share。If you always keep a lion's share, then nobody will be a partner of yours. 啊，或者讲will be your partner 就可以啊。那这是我目前 YouTube 六个频道啊，不是六个视频，是六个频道。每个频道都有很多视频啊，就是都是系统性的在讲英文啊，系统性的啊，而且是针对华人比较弱的部分啊，当然有讲尝试的部分啊。那我们把这个。五个成语再熟悉一下。Other suggestions I gave her was for nothing. Other suggestions I gave her was for nothing. I got a new card was for nothing because it was a bonus for my boss. I got a new card was for nothing. 啊，这边省略一个 that 啊，用 that 打出来就 OK. Because it was a bonus for my boss.Every time when I finished the homework, I had munches. 啊，肚子饿了。Every time when I finished the homework, I had munches. Kevin and his brother. 啊，所以 brother 是不卷舌带耳的音 brother. 姐妹是 sister, 不是 sister. 她也是短音带耳的音 sister. 啊，这个兄弟姐妹父母就不一样。父亲是卷舌 father。妈妈是不卷舌带耳的 mother， 所以爸爸是 father 卷舌，妈妈是 mother 不卷舌啊。这个兄弟是 brother 不卷舌，姐妹是 sister 啊，是带耳的音，是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啊。所以光是这四个字，哦，太多人就念不准了啊。Kevin and his brother are two peas in a pot.If you always keep a lion's share, then nobody will be a partner of yours. 啊，或者也可以念 If you always keep a lion's heart, then nobody will be your friends. 啊，your partner. 啊，好，这一集讲到这里。